子，好高级，多快多快，一千，贵，哦，干，对。大家好，我是 Judy。今天天气就像是刚刚段金龙会出现的天气，这样出现，这样出现，这样出现。经过三次双杠大师的特训，我成为了双杠高粱段金龙大师。你们看这个背包，是不是很好看？里面也有酒，是不是很高级？你们还没有看上次的很 special 的特训课程吗？那你们赶快去看，这上面会有，很好玩。今天呢，我身为双杠高粱段金龙的大使，我要推广给大家。今天跟大家一起喝起来，这样子有很重要的任务嘛，赶快去吧。我上次跟双杠大师一起喝双杠段金龙，觉得很顺口，很好喝，我很喜欢。就现在要推广给别人这个双杠段金龙，任务要紧，但是没有人，为什么？这里周边吗？我不在耶，还是这里有吗？找人真的不容易。我没有要喝，我没有，不是看而已。哦，这么高级，还是我喝一杯一下，要补充体力。还是你也要喝吗？一起喝，一起喝，好喝。一起补充体力，干杯！好喝，我可以好好推广这个双杠段金龙的酒，任务要紧。走快，走快！我当了双杠高粱段金龙大师之后，天天开心。这里可以喝酒的地方吗？这样子。很新鲜，感觉好吃，有酒的味道，是这里，我确定。为什么不变呀？哟，找到酒了，天气变好了。果然是双杠高粱段金龙大使，什么都顺。里面也有人呢，讨论什么？他们应该会很懂酒吧？我要推荐给他们，好香，然后又好顺的这个双杠高粱段金龙。好，那我要继续一下。你好，超爽哎！也很多酒哎，这里是天堂吗？双杠段金龙在这里，我这里也有，看起来很高级，放在这里。哎，你好，老板你好。你好，还是老板，我们一起，好看看味道，啊、味道，酒味会如何？看起来很高级，酒杯又漂亮。对啊，还是也跟他们一起。我的常客，老板娘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什么好喝？这个我们一起试试看。这是什么？双杠段金龙。我只听过双杠牛肉。对，一样很顺。一样。你们喝了就会知道，一起喝看看。老板，你这好像都没有介绍。这个没有冰哎，会好喝吗？这个不用冰也好喝，就是不一样的。好。有不一样的魅力。好，我们一起喝看看。顺哦，也有酒杯。哦，很专业。好专业。好，我们先喝一下。都是酒香味。哦。闻到香味了。老板娘。干！杯！杯！哇，很滑顺。滑顺，有一种甜味。哎，跟你一样甜。甜味，嗯，那种甜味，好顺，嗯，他们的表情就不会骗人啦。我超香了，很香。你们喝了有没有发现
整个香气在口中就是散开，然后香气都是在嘴巴里面。现在有吧？有。再拿跟女朋友就不怕了。香气对啊，你不怕了就是可以。我很骄傲，身为上张高粱蛋这种大师，你们喜欢？不只喜欢他，也喜欢你。哦，他也喜欢我。知道哦。你们也是慢慢喝。要走了。我要走了，因为陪我们一下啊！我身为双张高粱干这的大使，我要推荐给更多人了。你喝醉了吗？你还有吗？你们喝的时候要记得我好吗？啊，就是 Judy 大师推荐的这个酒呢，我送你们。那我要走了，我今天任务要紧，要走了，拜拜，重走，永久，拜拜。要多买一点哦，好吗？好啊，好啊。如果你们要学习，要去学校，想大便要去厕所，想要喝高粱酒，我知道一个很厉害的地方，那边热情会很浓，所以现在要去。这里就是我刚刚说的热炒店，好像是高粱酒的味道。我们进去，可以一个人喝酒，也问题吗？我们在喝酒，我先拿起来。白天喝酒真的很开心，很爽，好喜欢啵啵啵啵啵这个声音，很像又很顺。我一个人干杯有点可惜，跟他们推荐一下壮壮段继龙。你好。聪聪很面熟，很面熟，我是很爱高粱酒的酒底。你要不要今天试试看我们的白金龙？白金龙这个也好喝，但是我今天身为双张段继龙的大使，我推荐给你们双张段继龙，要不要一起喝酒？好，来坐下。橘红色，53.2度，听起来很高级的样子，像我这样。我说嘛，不辣。一般我们喝这个啊，冻饮呢，对，就不用冻饮就很厉害的，就不用冻饮。再来，你们就是会，等一下会，对，这样，很厉害。你是我的兄弟吗？我是你的小粉丝，你是我的粉丝，对，你是粉丝吗？我在看你的频道。哇，我在拍片。怎么下酒菜这么好？没有喝酒，你平时喝过高粱酒？太敢喝高粱了，高粱太浓，会辣，会辣，高粱会辣，高粱辣。对啊，壮壮段继龙很划算，你以后就会知道的。好，你慢慢享受。不会，我们刚才喝了，不会辣，完全是不会辣的啦。我说嘛，这个叫双张段继龙，喝过。双张。双张牛肉吃过了，跟双张肉一样，很滑顺，很顺口。辣吗？你觉得辣吗？不辣。我说嘛，好喝到要命，好喝到要命，一起热闹，一起热闹，一起热闹，高粱酒就是要热闹，干！我早就知道了，他们会喜欢。宣传大使任务大成功了，今天大成功。喝了顺的双张段继龙，什么都顺，他们也开心，我也开心，我也继续喝酒。我们今天不醉不归。